Thank you.
现的这种节气的氛围，有蓝色，有红色，有深紫色，在一起呢就是很温暖欢聚的。要好，来中间，我们先看向正中央官方的这边。好，好，正中央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眼神帮我一起往左边移一点点，我们看向左方这边。再往边再一点点。其实很开心，号称今年再度以伯爵大使的身份，然后来到现场。这一次呢，还带着新朋友一起来，待会再好好聊聊两位怎么见面，怎么认识。正准备要讲话，那先请号称分享一下你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平时是伯爵大使，其实就是今天再一次到店面，然后佩戴珠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这就伯爵他好像已经悄悄的在我的意识当中，就提醒我一年又过了，然后每一年都会。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再跟大家一起重聚。那圣诞节就是，我觉得除了跟老朋友一起聚，当然就是能够认识新的朋友，然后带新朋友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这样子。所以，我之前跟佳音姐也是在无声之地一起合作过，然后看我们就是也是短短的对到是一点点。对，那时候比较短暂的交流，眼神交流就带着啊。没有没有太多的机会再去深聊，那就是因为伯爵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对，所以就我们今天就有新朋友，带新朋友一起来玩，就是我，对，希望以后每年都可以，你知道有一种仪式感的感觉，每年我们都可以一起来，然后感受一个节庆氛围。那所以今天呢，佳音来到现场，心情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就是刚刚说的，感受节庆氛围。真的，因为尤其是在一年的最后岁末，又是冬天，最后有一个大家很重视的节日，就是圣诞节。我刚刚到店上的时候，是感觉店面很鲜明有活力，然后又布置的很有圣诞气氛，这个感觉。一走进来心情就很好，所以两位都是对于那种圣诞节、新年啊，你们是会期待那种十二月份，你们是觉得哇，每次年底到这个时候都很开心的孩子吗？我觉得就是那个。很符合主题，因为到这个时候要跟亲朋好友相聚，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感受一下温暖，感受温馨，分享幸福这样子。所以这位伯爵大使刚刚见到面，也知道有很热情的想要，就是让他来变安心嘛，一起来伯爵玩。嗨，好久不见，我是浩森，这样。其实我感觉好像我比较紧张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刚刚其实就因为早上还有一些工作，所以就是其实很匆忙的，还没有啊。佳音比较去哦，他慢慢的来，比较去。我排在同一天，对，那所以还没有来得及跟佳音好好的聊天。我们可以慢慢的边逛边聊这样子。当然，两位今天来到现场，穿搭那个巧思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。我们先请浩森来分享一下你今天的造型好了。好，我的手表是伯爵的 Polo 系列的，超镂空，超饱满。我很喜欢，我觉得可以从表面上就可以直接窥视到底部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迷人的美感。然后我觉得一个重点就是它是孔雀绿。然后这个绿色，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平常私下的穿搭，或是我最近露出的照片，我最近就是伯爵给了我这个点子，我很爱绿色，所以我的帽子、我的衣服上会选择绿色来做搭配，我觉得非常精神。然后我的戒指是 position， 就是它一样，就是我最爱的，就是它可以转来转去，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有时候有点局促不安的时候，稍微疗愈一下脚步啊。对，然后我觉得也提醒我，就是其实所有事情都像这个转盘一样，它可以一直的不停的被转到更好的地方去，所以就持续的做梦。真的会形容哎，怎么会是大使？真的，在大使后介绍的好细节哦。佳音，接下来那怎么办？在大使后，你身上今天的穿搭呢？我今天的穿搭，我今天选择我身上金色的饰品是骚莱系列，我很喜欢是。因为冬天，我觉得更需要阳光跟能量的感觉。那戴起来，它除了视觉上，就觉得一眼就可以看到它很大，然后它放射性就感觉是蛮温暖、有能量的。但我的手表就不是，手表是嘎啦系列。我刚刚有在店里面了解说，原来它就是外面这个不对称的这个设计，它是有一点像手拉手，
是哦，可能是互相拉手在一起这样啊，有一点像这个感觉，他是做这个不对称的设计，这个我也蛮喜欢的。待会会打包带走这样，打包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打包带走。其实大家都可以细细看，刚刚有说这个是一个太阳的放射能量，刚说的很对，就冬天的时候我们需要太阳。你刚刚真的是进店里细细端详它的时候，你就感受到有个能量在你身上，我觉得非常的神秘，这就是珠宝的工艺精妙之处。对，刚好我自己也很喜欢金色系的饰品。那今年因为到十二月，一定会被问的就是，那在新的一年2023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啊？什么作品想要带给大家的吗？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不知道，就等你讲。一直说不知道。就是第九节课，要准备跟大家见面。哦，就在这个礼拜吗？对，在2天。在2天。然后还有一个贺岁片炸团圆，跟隋唐一起的。是。对，就你知道在疫情那段时间，一直来来回回，停停拍拍，停停拍拍，就是。这几部终于要跟大家见面，就开心，请大家好好期待进戏院观赏。然后去年就是有在也是一样，我觉得圣诞假期晚会的时候跟大家承诺做专辑的事情，也就是终于一年过去了，他还没出现，但他相信在一年过去，他一定会出现。我不会在明年的圣诞的伯爵的那个太久了吧？对，然后你就说不好意思，我这是真的要出来了，再等我一下这样子。那也 OK。所以到2023会有新专辑问世吗？对。确定。爸。爸。这个我们待会再慢慢来讨论，就是专辑做到哪，因为可能你知道歌手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。但总之就是会有第九节课，还有炸之源，这个是一定要先锁定的。那嘉燕2023呢，有什么新愿望吗？新作品？新作品近期也会有两部作品跟大家见面，大家就是《想见你》的电影版跟 Netflix 的影集《模仿犯》，但是这两部真的是近期，但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。我觉得应该会比他的专辑早一点，跟确定一点。应该会比专辑早吧。OK， 我等你。我应该会。他有约好时辰，就你先唱，然后接着换我这样子。对，应该是会。就接下来会有这两个戏剧的作品跟大家见面。然后之前是承诺过大家专辑，才没有这种开玩笑。他说没有没有开玩笑，突然听到想说什么。我知道很常去演唱会当嘉宾，然后玩一下，说干嘛会不会新专辑有可能会有跟嘉燕合作的？其实是在的。哦。没有，不是我专业嘉宾，我有点忙，你要先。OK。反正新的一年，搞不好在今天就会促成一个新的局，不管是戏剧作品、音乐作品，我们都可以好好期待在2023哦。那今天就是先预祝两位圣诞快乐，还有新年快乐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把麦克风收一下，看摄影大哥还有没有拍照补拍的吗？不能讲话了吗？待会还有很多时间，我们再慢慢的聊。